这个是国家博物馆负一层的一个展厅，对面这个带雕刻的石板是赵州桥上面的石栏板，是修复赵州桥的时候从河床底下挖出来的文物，这个是隋朝的。你像在故宫这种古建筑里面，这种龙的雕塑非常多啊。不是说不好看，但是它这个龙呢，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，标准化的。你看这个龙就不一样，它这个龙头和龙尾是露在外面的。但龙身呢，是埋在这个石头里面，这看上去就跟从石头里钻出来的一样。视频到这个地方，你可以暂停一下，然后想象一下这个石栏板后面它这个图案是什么样的，因为中国很多雕塑都是对称的。这个是石栏板的背面，是两条缠在一块的龙。其实这个不需要你懂太多历史知识，或者是搞艺术的，就跟这条龙一样，你一看就感觉特别好玩，特别有意思。在这个博物馆里边，我还看了隋唐时代的其他的好多文物，基本上跟这个风格有些类似，就是自由奔放，看着就很爽。